现在计时开始。现场的十位裁判来到统分区，我们呢要进行下一步的分数的核对。要为气氛呢，哎，找了一分五十二秒，哎，你怎么没需要加？你加了。鲜鱼我吃的项目的场内准备情况怎么样？请我们的现场的裁判分手质一下。要玩这个。现在计时开始。1分29秒，好了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师傅如此快的速度。我们呢，请现在的裁判把他们的作品搬至。那嘴巴是动的才是合格的，嘴巴不动的是不合格的。哎，这个火候怎么评判？火候还不在评判。谢谢你们。